他们过着无以为报的生活。5月27号，山西省涿鹿县警方在一次运行的检查当中，成功的从一座黑砖窑当中解救出了31名被非法拘禁强迫劳动的民工。我们看到了这个窑弄呢，周道明先生，他曾经经历过14年的这个山西黑砖窑暗无天日的日子，好不容易逃出来。他也找我们自己也找，他有可能变卖，或者交给哪别的黑厂啊。 不可能这些年老空着，在哪个地方？